但这一次其实我们已经算是完成了，希望大家我都讲过各个持份者可以一起努力去团结去改善香港的足球环境咯。咁我希望呢次入咗四强，其实我哋真系好有限嘅资源同人脚入面，我哋入咗四强，其实我哋已经算系完成。但这一次用我退缩，我们重来。Thank you.